家好，又是我森高，带你们来看看我的一百闯天下。噔噔，这个就是我的文石嘎唱。当初我创办 Shy 的时候，就是靠这个 bag 做到现在的规模。没有啦，不要这样严肃啦，今天只是要教大家怎样装隔热膜而已。哎，粘好了没有啦，只是做一个错误的示范给大家看看。好像这样粘不好的钉子就有很多泡泡，还有很多灰尘。现在做一个正确的给大家看看。看是不是跟刚才很不一样，短短几秒钟已经搞定了。你们看起来很容易哦，其实粘膜要两个人粘的，不是我在吹哦，是因为我十多年功力，所以一个人才可以搞定。我是劝大家要粘膜就找我们这些专业人士来粘，不然手尾会很多。关注我们，晒照亮你的生活。